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美安小桃的频道，我是美安朗度先生。今天呢，要大家给大家，因为我刚好要泡产品，那刚好现身说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美安的滤水器。那它的全名叫做美安纯净，这个牌子叫柜上型滤水系统。对，找这边，噔，很小台这样拍得到吗？可以啊。小台才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样子才不会定得，不然其实厨房的空间，其实它是小小台的，你就可以刚好直接放在琉璃台这边，非常方便。对，然后它其实有一个两，它只是它来的时候都有说明书，它就有两个双孔 in and out 这样子，然后它是有三层的一个滤芯。对，这会不会很难装啊？其实还好，它有一个说明书，孔对上去接上就好了，非常简单。对，好，那。我要先讲益处吧，来，其实官网上的益处，它这边有讲到说，它可以制造好喝的饮用水，好喝的饮用水，但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实际，因为其实有在喝水，因为我平常蛮爱喝水的，因为有分软水啊、硬水啊，跟一般的可能矿泉水跟矿物质水，过滤过的水，其实喝起来的甜度、甘甜度其实真的不太一样，对，然后再是。有助于维持健康饮水的酸碱值，这非常重要。然后使用双滤式系统，结合碳过滤、离子交换技术与次微米过滤。什么叫双过滤？看拍得到吗？就这边双过滤的部分。OK，然后再来是促进矿物质平衡。那安装刚刚讲的非常方便，然后价格我觉得非常的亲民，它比一般的瓶装水便宜许多。然后再来是可以减少。塑胶瓶料的废弃物，现在要讲究环保嘛，对啊，要不然以前出去都要买水。对不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地方，然后这样子，对，那它有一些基本的常见问题，可以帮大家做解答。那它其实多久要更换一次那个滤芯？因为它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大滤芯的部分，他说可以建议每6个月或是过滤500加仑的水，这大约是。20公升左右，2000。两千哦，2000公升啊，讲错了，2000公升，口误，可以更换一次滤芯，对。然后它不是净化水哦，因为净化水它不会，它其实没有过滤水那么的健康，对。那其实净化水会透过逆渗透或蒸馏处理过程中会去除水中的所有物质，不光是污染物，那其实。一些健康天然的矿物质也会一并去除，所以它其实会没有那么的健康这样子。那我们的滤水系统它是选择性的过滤物质，可以去除水中的污染物，同时保留天然的矿物质，比如说啊钙、钾跟镁这些微量元素这样子。好啊，这个要煮吗？这个不用，它是生饮等级的，然后不用插电，所以它其实装好双接头之后。然后它其实来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子母的接头会做转换，接上去之后再配上防水的黑色的防水垫片接上去，其实就可以了。因为一般的家用式的台式水龙头其实就可以使用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示范，它这样是拍得到的吧？可以。因为一般的水就是这样嘛。那如果你要喝的话，它有一个转接头，你就按这边。那那就我。可以开始接水对，了。这样就是纯粹已经是过滤水的阶段，你就这样接着。哦，那你今天要泡什么？我今天来泡一个综合维生素，不能给大家喝，自己喝。哦，那黑一珍珠瓶可以盖喝。刚好，这样半瓶盖刚好60cc 的水。好，顺便示范一下，中规中矩一家。不用了，就泡这边就好。哦，好。只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入镜。看一下，泡的时候记得先摇一摇，因为它其实很容易沉淀。哦，这样子比较好入镜，对不对？刚好一汤匙配60cc 的粉末，安尼有看到无？就这样子。好，我拿着，这样子。它那么多种都可以一起泡吗？对，它其实蛮像一个鸡尾酒式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去调配出你自己喜欢的口味。那综合维生素就已经很综合了，建议就是单喝就好，不然你全部加在一起，其实非常的好，非常的冒开险。始。
好喝吗？赞，泡过水更好喝，太浮夸了是不是。好，那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的频道。然后呢，先插播一下，有没有看到大家有注意到我现在身上脖子啊、手啊，其实有非常bling bling东西。那这个是我们的22%高 IBB 的厂商，叫幸福直男。对，他其实有卖这样一个饰品的部分，有十字架的项链啊、古巴的项链跟古巴的手链的部分。对，喜欢的朋友我们有开，我们也有提供下方的链接，可以来参考看看哦。OK， 好，拜拜。拜拜。